杨凯欣，我来啦！嗨，不是都来居酒屋，你为什么还要喝一般饮料？不是啊，这个是我在这边拿的，你不知道这边可是我特别找的，这家居酒屋的无酒精饮料是无限畅饮哦。啊，无限畅饮哦，那我。居酒屋其实酒精也是不可缺少的，不过更重要的还是吃啊。他们除了饮料无限畅饮之外，食物的部分也是吃到饱哦。真的假的？吃到饱吗？先拿着你酒，我们去用餐。OK。走。这也太多了吧！你是把所有菜单上的东西都点一遍，是不是？嗯，你相信你吃得完，而且我们还可以再加点。好，来居酒屋一定要吃串烧啊！而且我自己很喜欢吃的就是水莲卷牛肉。你看外面的牛肉啊，在烧烤的时候有刷上他们那种特殊的秘传酱汁，所以会非常的香。我天啊，里面的水莲好酥脆哦！它那个外面的牛五花，它把它烤的是刚刚好，就是还有点焦焦脆脆的。不过中间那个水莲呢，它并没有变得很干，所以咬下去的时候还有那种水分会喷出来的感觉。这样加在一起真的是口感很好，很有层次感的，可以保持它的脆度，而且它外面刷的酱虽然甜，但是又不会太腻，非常肉香十足耶。你知道我刚刚看到菜单的瞬间，我就马上就点了，就是这个苏大鸡软骨，我到每一个居酒屋一定都要吃，但是他们。家的不太一样，因为其实我们在外面常常吃的炸鸡软骨都是就干干的，只有鸡软骨的部分。不过呢，他们很厉害，它其实是带了一点点的肉在上面，所以炸起来反而不会变得那么的干。它吃起来其实蛮像盐酥鸡的，肉的部分其实真的蛮多的，所以就可以。先吃到肉鸡肉的鲜甜，然后再去咬到骨头脆脆的感觉。你不觉得点了这个就是一定要配酒吗？不管是啤酒、跳酒都好，这样子才是居酒屋的开始。跟你讲，居酒屋必吃的一个，就是可以看出一个居酒屋师傅的水准。一夜干，动辄都要五六百以上的一夜干，在这边就是随便你吃啦。对啊，他这样不会被吃垮吗？居然会有一夜干可以吃到饱哎！而且花鱼一夜干真的是我觉得算是居酒屋必吃的一个名菜。你看它整个花鱼非常的肥厚哎，它其实还有那种油脂在上面，就会不会烤得很干。它的一夜干是嫩的耶。而且它外皮本身就是因为烤过的肉质本身还是带着嫩的，但是它咸香是锁在里面。有时候呢，我有些为了要下酒，所以会特地把它弄得比较咸，那样子你就会觉得口很渴，但是这个不会，这个刚刚好。而且像花鱼这种最适合吃的，因为它刺就是刚好直接拨在中间，就不会一直要挑刺。真的。不过说到鱼啊，其实他们家的鱼类也蛮多，你看像这一个生鱼片。你知道也是吃到饱的耶，而且它还有两种，一个是鲑鱼，一个是旗鱼。他们的鲑鱼是非常的肥耶，很油很亮的那种，不是那种边角肉的部位，而且它切的真的超厚实的。我感觉到我到鲑鱼的天堂了，超滑嫩的，好开心哦！而且很鲜甜耶，完全没有想到在居酒屋可以吃到生鱼片，而且是非常新鲜、非常好吃。它这是日本料理店才会出现的吧？对，就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，而且其实它的油花的味道是非常浓的，所以吃进去的时候你可以感受到它那个油脂分布的感觉。我来试试看这个旗鱼，旗鱼我觉得真的就是要看生鱼片新不新鲜，因为白肉鱼它比较没有油脂嘛，所以只要一不新鲜就很容易会有味道。自己闻起来是没有腥味，它是有甜味的，哇，这家的生鱼片真的很厉害。明太子山药，这真的是每一家居酒屋一定会有的。可是你想想看哦，它是吃到饱的餐厅，但是他们没有偷工减料，你知道他用的还是日本的山药。它明太子好香，你知道，因为它其实真的很用心，它就是把明太子挤在整个山药上面之后呢，就微微的做两面去烤过，所以其实外面吃起来真的是焦焦香香的，但是吃到中间的时候，那个山药的绵密度全部都还在，而且你知道吗？山药其实是对整个肠胃非常好的，所以不管你吃多少呢，其实你都不会觉得说肚子很胀。而且因为山药它有那种清爽爽口的口感，所以它即使明太子挤得满满的，那个明太子美乃滋也都不会让你觉得腻口，甚至你可以带出那个香甜的味道。讲到海鲜，他们家有一个我超爱的东西，
而且很适合男生去补一下。牡蛎没有错，你看这么大颗的炸牡蛎，而且是知道吧？你知道在外面点一盘炸牡蛎都是两三百块起跳的吧？嗯，它真的是完全做工很扎实，它的炸皮是很薄的，它不会像有一些外面他们为了节省成本的时候炸粉会裹得很厚，而且它的炸皮是薄脆清爽的口感，然后咬进去的时候会直接吃到牡蛎，海味非常的香浓，再加上我沾那个塔塔酱的香气，哦，搭在一起真的是又鲜甜，然后又下酒哎。除了一般居酒屋会看到一些菜单之外，其实它这边还有一个很厉害的，就是老板家乡味哦，手工的黑轮哦。嗯，哎，真的是南部的那种口味，薄薄，然后可以咀嚼，然后有点脆口的感觉。对，没错。所以其实这个啊，就是很好的下酒菜。你不会说越吃越胀，因为有时候鱼姜呢，它其实吃多你还是会觉得太腻太饱，这样刚刚好。我还在考虑要不要把它其他东西都点上来。你看我们还有好多串没点，它还有什么新疆牛啊、新疆羊、肥肠串，还有香肠可以点，好多东西哦。你先把其他东西吃完再点啦，你前面有那么多。是没错啦，欸，不过说实话，这间店真的蛮有趣的，而且刚一进门的时候我就已经看到两件高挂在墙上的球衣，听说他们股东还是一个篮球明星哎。哦，真的假的？难怪他们店里面还有播就是篮球的比赛哎。我们赶快把这个吃完之后，然后我们再看他点什么。好。